眼，他们群组在那边 po 说什么买游戏送米。那你都很久没有那么晚睡了。那天不是说你还是在高雄吗？直接在外面。哦，这个地图啊，那个啊，新画质地图对不对？我很怕我那个的时候被鬼追，你知道吗？我可没有自信那个刷 M 六过，加兔女啊，你不会躲他斧头对不对？因为他在歌声嘛。哦，鬼爷招派对，没关系，尽量生存下去就好。这场派对，要想这场血点翻倍再干。那努力多做一点事情啊，开图腾啊，休息啊，遛狗啊，救人，能做的就去做，死了也没关系，这游戏就是这样，才有逻辑。在哪里休息啊？好像来地下室了。听到他声音，他被他附近追了。只断一下的兔女基本上都还蛮好溜的。他不是举斧会有一个声音吗？呵呵，那时候你就注意一下，左右扭一下就比较不好走。他没有毁灭，我觉得很好学。哇，他带一刀斧，就是一刀就可以直接让你从健康倒地。丢我啊！他有带那个加斧头的配件，因为一刀斧一般只能够有一斧，他有带加一或加二。你是黑妹吗？你在地下室啊？他好像晚大屋来了，记住一下。刚板子压到他了，很是舒爽。而且我刚刚躲掉他两个。
滋不滋补都没关系哦，因为它有一刀斧。如果你要斧，就要小心不要被它斧头丢到。他好像想守时。你去救他吧，他好像来我这。那我去，我们去分散他注意力，然后有的人就拉他下来。你去拉他。这只能用换的了，只能用换的。你拉，快点。啊没有抓好时机。吸引注意力。好了，你们赶快修吧，赶快修。赶快出去吧！如果你们发电机灯，因为我才一挂，灯灯两台，它就有压力。好好修，修就对了，不用管我，我死没关系。你们三逃，我一个人被打死来了。对这种手撕的就知道这样，就一挂，然后三个。就是不要浪费时间，下一次，然后逃出去三个人拿5000分，比我一个人拿5000分。你们赶快修修，赶快出去就好了，不要走。哈哈，因为他手撕鬼，我看。另外一个人，他太多应该做不到了。哎，靠腰，我在跟你讲电话，就害我放手了。赶快去开门，不然他一刀斧，你知道死光光。然后去开门吧，应该是低段位的兔女，然后带高配。16段的兔女，另外一个门在开，那接另外一个门的位置，那个黑妹开了。那个有黑妹开的其中一个门，另外一个门要开了，你赶快出去了，我朋友在开门。你们就都出去就好了。那这种杀手就是翻跑去踩他就好了，就知道了。你在干嘛？你怎么会被抓到？好吧，拜拜。你看他的鞭尸哎，那手撕鬼就这样。日本人都嘛这样。
你知道看兔女一刀斧就是带那个红配。然后它这个一定要配那个多功能腰带换。所以要再多加两个啊。我刚刚扭掉跟蹲下来，至少弄掉他四个地，弄掉他四个普通。我刚至少扭掉他四个，就是瞬间蹲下来，因为新手兔女都比较不太会丢啊，我觉得还算好使。如果我带手电筒就好了，如果他们要抱你们的时候，我带个手电筒。我要救你们，我还带了那个史蒂夫的技能。尽管你是出了名的自私，你会不顾一切的帮助需要你的。当你把幸存者救下钩的时候，下钩的幸存者在接下来的大脑内不会留下刀痕跟血迹，然后你能够看见杀手的气场，然后杀手也能看见你的气场。就是我短时间的魂牵梦绕，所以就变成说，如果我救人下钩，他一定会来救我。臭婊女记者，等一下，我钢筋贴过来的，没有。哎，他这套还蛮漂亮的，好，就玩他。太大跑了，为了人民，为了部落，我再带一个法头跟老人头。啊，杀手的头啦，杀什么头？心术不正。
怎么不说男杀手总共有四个头？有两个奶头，上面一个头，下面一个头。对啊，四头怪物。爱的时光是回他远观，应该来练一下你几个，练一下，把它练到五十分，然后现在35万。你身体变圣诞树，你在看什么？前面有一个最黑的，给大家公认最黑的套组，可是你蹲在角落鬼，你要认真用力仔细找，有时候可能仔细找还看不到。要穿搭给你看吗？前面有一套最黑的，这套不是这套，上衣是这件没错，上衣这件没错。然后示范，然后你看哦，这里啊，看我的发型，这个超黑，而且把后脑勺都挡起来，然后裤子要用这一件血腥的，这件在黑在那个暗的地方会变得黑黑的，根本看不到。哎，你整个人都是黑的，这套是公认黑妹最黑的。不然就是要穿黑色系的牛仔裤就可以了，大概这种。懂吗？那我不想玩黑妹，我就先跑回去原地。我杀一个派对给你。你记得真漂亮，看起来像要去交友的。交友，用手电筒照下杀手的脸。记得就算是烂祭品玩的时候，每一场也要烧一下，不然那个血点其实差蛮多的，每一场3000这样子。而且这游戏它这个原厂我都不知道原厂是不是认为玩家都很愿意玩，还是他觉得他血点很好赚，点没多少血点就用掉好多，血点又很凶啊，他又不常常开那个双倍血点。而且他血点可以无止境一直点，你可以囤道具的，所以他加倍他也不用怕那些老玩家一直囤。而且鬼烧掉的配件就回不来了，除非他有用那个黑护符，然后人类要用白护符，要不然附加品都会不见。所以我是觉得血点给人家多一点，让人家点也好吧。不然你就是要带那只叫人艾斯的人类的技能，那个惊喜连连，可以从那个。翻箱子出来的东西翻到附加品，要不然平常怎么翻都没有附加品。是我啊，嗨，要带风机哦，那风三台，风机就是风开场风最高等风120秒，就是兔女。我追你哦，你又跑回来。开个箱子，
他会封那个离杀手最远的三台，也就是说你只剩下四台可以选。然后他只要一开局，只要先选那四台，所以保险的方式就是先不要修，放到飞机。大卫在被捉，刚才有带钢筋铁骨会溜一下下，很多可以说大卫的叫声蛮响，蛮奇怪。朋友在修这一台，快修开了，在大卫的正对面。你可能要去救他一下，他往我们两个这边来了。他在干嘛？又在那边竞走啊，赶快跑！救他了吗？谢了，你可以帮他补一下，还是你们直接不修？他在我这，我想要去帮助他。我要失败，太远了。先修吧。真的很秒挡，他连躲都不会，所以你也能知道为什么会生气。但是你如果对他生气，就是希望他能够变强，不然他老是被这样的死他受不了。他在追你哦，那我拉了。你跑跑跑跑！哦，忘记他没有语音。就很不会躲鬼，然后都赶快跑，先跑一跑。那他找机会救他，有办事。帮他挡着一刀，不然他要三挂。你可以按一或二跟他比手势交替。
里啊？我要不要过去帮忙？把他拉过来我这儿，那就对了。他应该很想杀我。算了，我再溜他。绕最外围追我，但是追得到我还有。像很傻眼。没有，他觉得被我溜那么久，有点不爽。没有啊，刚刚直接对我的尸体喷空刀，我不知道干嘛，然后还开门想让我们出去的，还是他有带封门？就一直看着我，他还开门呢。可以啊，鬼可以开门啊，触发中局啊。可是我想说让他过来，因为我已经很欺负他了，他应该很低端的新手。他说就你们三个逃出去就好，反正我鞋垫已经很多。他是不是有封门？你们最好是赶快出去。他如果有封门，你们会被串烧。我差一点点就起来了。
这几个都在蹲着干嘛？赶快出去！他好像没有要抬我的意思，我要抬我了。台往深一点的地方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如果有封门，你们真的刷塞。有封门吗？门口有封起来吗？没有，那你们出去啊！不要在那边蹲了。要救，如果要救，就快点两个人来救啊，不然你就赶快出去。砍我尸体的那一瞬间就可以确认，因为他会有那个僵直。虽然不想承认，不过不知道穿起了丝袜，现在成为人王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啊，现在变成人王。